别来跟我说你到底有多梦，在我听来根本就是脆弱。握紧拳头，调整呼吸升高，与你较量的温度。就算痛苦，我也选择握紧拳头，回响到我额头。宇宙从没有谁就是胜者，永不服现实，给我永远的梦境。别再跟我说你到底有多么，在我眼里根本都是脆弱。我的力量我全中已沉寂了，我想说你的追求有很多，不懂得坚持注定是要哭的事。我多么勇敢，多么做自己的英雄。到处说你到底有多猛，在我眼里根本就是自我。我的力量我尊重已沉寂了，好像无忧胜说你的追求有很多，不懂得坚持注定只有我的世界。我多么勇敢，多么自己的英雄。唉，阿杜还是被姜魁夺走感知了。心仪他现在一定很难受，要不你们去看看他吧，他现在在哪儿啊？还是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吧。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？我很奇怪吗？小姑娘，把你身上的钱交出来吧。不可以，这钱是要交给院长的。就是院长让我过来拿的啦。你们骗人，你们一看就不是好人。好人坏人都是人啊。对对，交不交啊？住手。哎呦，又来两个，把钱一起交上来。我交你个大头鬼呀。说说呀。阿杜，就算赌上一切，我也要把你救回来。哼，煮熟的鸭子被你这家伙胡搅蛮缠给弄飞了，看来今天只有赶快除掉你，才能确保以后这种事不会发生。你以为我瞧得起你吗？呸！在你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你已经成为历史了。瑞夫铠甲，合体！你，来！把别人踩在脚下真开心。听好了，如果你敢碰我不喜欢你碰的事情，我保证以后你一直趴着滚。哼，就算我爬也会爬着宰了你。静音，阿杜，你们俩没事吧？当然没事了，我们两个可是铁血双雄。来来，嚯！你们俩都受伤了。我们可是男子汉，这点伤算什么？你们看，那里有个盲叔叔要过马路，我们去帮忙吧。好，走。啊，等等我。哎，叔叔，哎，我们帮您过去吧。啊，走。哦，谢谢。走，来，走吧。太谢谢你们了。没事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静怡啊，
我知道现在跟你说这个不太合适，可是你想想早上那件事情，你这个朋友确实是个骗子。别说了，小小的钱我替他还。你不了解阿杜，我们从小立志要成为英雄，见义勇为，助人为乐。如果没有当初的阿杜，就不会有现在的信义。人是会变的，你想想小小。我都说了，阿杜是为了救人才需要那笔钱，就算他骗小小不对，但他也是有苦衷的。你真的相信他吗？你怎么知道他拿着这钱真的是去救人的？别说了，我相信我的兄弟。放心，你逃不出我的掌控。干掉你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？这样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人身后，很不礼貌。哼，我想出现就出现，礼貌对于我来说从来没有什么用处。我只是来告诉你，自己被你打败，并不是因为没有铠甲，而是因为你比他狠。但是他还能走着出去，这证明你还不够狠。呸！我还有其他事要做，没空听你废话。其他事情？包括把我的秘密告诉姬人吗？你说什么？那些小勾当也想瞒过我。我不但知道你说了不该说的话，也知道你做了不该做的事。你想怎么样？不该你拿的东西就不要拿，你抢也是抢不回来的。哼，没人能阻止我成为霸王集团的董事长，包括你。跟着妲己是没有什么前途的，我看你还是另做打算吧。对，我刚才好像说我还有事情要做，失陪了。你还是好好想想吧。现在跟你出场了，去演个好戏回来。去。嗯，那就没什么事了，下次再见。别想走。阿杜，阿杜，把感觉信息码还回来。这样，还。剩下的就交给你了。喂，不是说不要打过来了吗？我能信你吗？东西到手了吗？哪儿那么容易啊？你当那些召唤器感受印是什么？他们当然藏在最隐秘的地方。趁他们睡着了，在他们身上搜搜看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不要再打过来了。我现在是装成被吸走感知信息码的人，再让我穿帮吗？志凯，哎呀，阿杜在啊。看到志凯没有啊？嗯，问你也是白问，好可怜哦。肚子饿不饿啊？嗯，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你肚子饿的话就告诉我，我煮面给你吃啊。啊？啊，谢谢你。啊？不要学我说话嘛。哎，好可爱哦！你跟熊熊好好玩啊，乖。志凯，电话都不接。可恶！请报告工作进度。召唤器就在眼前，陈子琪却跑出了搅局，倒数
的召唤器又废了。召唤器现在何处？还在南宫行医那儿。陈子琪，你就知道内讧。再有类似情形发生，你可以放手处理妨碍任务的对象。就等着你这句话。我这次的计划绝不允许被破坏。恶性竞争将导致是非公办。阿杜，阿杜，快跑！我来对付他们。阿杜，阿杜，小心！阿杜，我梦见里奥、子琪，还有一大堆姜魁袭击你，但我却帮不了你。不过没事，阿杜，我一定会打败他们，我会让你恢复的。今天怎么这么倒霉？喂，你听着，偷召唤器凯兽印的事儿，我不干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不要问我为什么，没有为什么。嫌钱少吗？钱？我告诉你，你这次加多少钱，我也不干。装什么装？你就是个骗子。骗子？对，我以前是个骗子。但不代表我还是个混蛋，而且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再打我朋友的主意，不然就算我拼了命，我也不会让你得逞的。无间妖，听说你要在妲己那里说了你不少的好话呀，这个混蛋！妲己那儿你是回不去了，你要的铠甲你又打不过，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呢？到时候我拿到凯兽印，我就能成为霸王集团的董事长，到时候我绝对不会放过里奥。哎，就凭你，论实力，你打不过所有铠甲。论计谋，你没有里奥有谋略；论狠毒，你没里奥狠。你凭什么能拿回铠甲？你，除非，那就不一定了。对，怎么可能像你说的那样？我可不是故意偷听的，可是字字句句都是我亲耳听到的。这不可能。我的兄弟和我一样，都是表里如一、善良真诚的人，怎么可能像你说的那样？哎呦，你要我怎么说你才肯相信？就差听到对方是谁了。不过对方应该也不是什么好人，不然为什么要偷你们的召唤器？要偷召唤器，就很有可能是霸王集团那些家伙。看来你朋友很有可能认识他们。阿杜认识他们啊？那阿杜岂不是会很危险？如果真的像新一说的那样，阿杜是个好人，那很有可能被骗或被威胁呀。对，我一定要去告诉阿杜，不管他怎么样，我都会帮助他。有什么问题，我一定会挺到底。志凯，你要不要跟他一起去？他这个样子，我去了也没用。放心吧，金一能处理的。
呀，你们干嘛？包很重嘛，我帮你拎吧。啊，不用。你们要干嘛？还有来找打的，哥们儿，千载难逢啊！是要我来活动活动筋骨啊？哎呦喂，是我们，又来一个，上。你的身手还和以前一样好哎，你倒是比以前强多了。是里奥，里奥，里奥让我找机会接近你，然后偷走你的召唤器凯兽印。我就知道是这几个家伙，可是你为什么要帮助他们？为什么？为了钱啊。以前的你可不是这样的。还有就是因为你，我嫉妒你，我恨你。你为什么要嫉妒我恨我？为什么打架？因为他们欺负琪琪，抢他的钱。那就应该打架嘛。如果暴力能解决问题的话，这个世界不就乱了吗？下次啊，碰到这种事情要先报警，知道吗？报警肯定来不及，琪琪钱肯定被抢走了，还顶嘴？这样就可以打架了吗？哼，你看你们两个都把别人打到医院去了，翻了天了。我要罚你们打扫卫生一个星期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人是我打的，跟西医没关系，要罚罚我吧。阿杜，还逞英雄？那你去打扫卫生一个月吧，去吧。然后你就，然后我就赌气离开了孤儿院。我觉得世界不应该是这样，我觉得应该像李小龙电影一样，靠自己的个人力量济贫扶弱，惩奸除恶。那你离开以后过得还好吗？不好过，现实总是残酷的，我为了生存下去必须做一些不想做的事情。哎，以前是你教我做人的道理，可是现在你为什么自己不坚持呢？你还有脸教训我？当初要不是我替你顶罪，我能这样吗？我嫉妒你，我恨你。你看看你，吃饱穿暖，身边有那么多朋友。你再看看我。你也可以这样。来我这边吧，相信我。后退一步，是冰冷的湖面，而前进的话，是一片大好的光明。阿杜，啊，想当年我们可没少挨老师的批评。啊，费导，啊，好的，费导，啊，好的，哎，谢谢费导，我工作有着落了。可以啊，小子。你们以后没有机会了。来得正好，我还愁没有地方发泄呢。阿杜，走开，这儿交给我。啊，你小心！天福之命，我补剑，千军万马之战力，挨个是猫头，合体。我会给升级的机会。诗玉，加油啊！立身之命，我不见万夫莫敌这么黑，看我摸的。可恶，还是让他升级了。这下可没有香蕉皮了。这是你们台下勇士的战斗，我先干了。
赤鹏追，七杀针，改天再战。我是爪，降临。定师穿岩，让你享受一次超级正法吧。西马，我带走了。可恶！你还是要走吗？嗯，我不能一直靠着你来保护我，而且我也应该自食其力，我自己去找一份工作，自己养活自己，这样还可以为社会做贡献嘛。嗯，只要你一直记着雷锋精神，乐于助人，见义勇为，你一定可以的。信一，我为你有这样的朋友而感到骄傲。哎呀，最讨厌这个时候了，真受不了你们说那些肉麻的话。阿杜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，记得常回来看我们。谢谢大家。嗯，再见。加油啊！却从未忘记要怎么，只能站在原地，翻山越岭推荐那些生存灿烂记忆，渡江过海自然为你寻找失去的那些但从未忘记要怎么，只能站在原地苦苦追忆，却找不到失去角落踪迹，即使狂暴一直侵蚀，一直占领失去的真理。